去全家买新娘爱吃的东西，金额扣存527，再跑回饭店。去拍照拿来，拿酒啦，拿酒啦。他喜欢的东西啊，酒太贵了。这根本来不及。全家很多人。三个，天，快两个来，走吧。超屌，超屌，全家很多人。来抱全家的幸福，祝他生日来了喂，轻轻松松的。老婆是谁？潘建华。老婆在哪个单位任职？板桥。岳母的手机？0953881289。老婆最满意自己哪里？全部都满意。请说出五种语言的我爱你。I see that you， 我爱你。Why？ 一二三。I love you。他的还有。他的比较简单，他比较。对，爱心还好。对对对，那个。好，现在啊，来，呜呜，我们都开镜头，右下吧，不右下，我要选他，这个吗？好，哎呀，你问什么？你在看谁啊？这个，一个，对的，你好聪明，第一个，你确定啊？好，真的吗？你上去给他抢了，爱妻宣言。请新郎对新娘说出爱的宣言，直到新娘满意为止。请大声说出潘靖华我爱你，直到新娘听得清楚。潘靖华我爱你。爸爸妈妈，我会好好照顾靖华，然后会对靖华好，然后请你放心给靖华交给我，然后不会让你们担心。我知道你们很辛苦养育我，然后我真的很谢谢你们，就是把我们家的小孩都教育得很好，我真的很谢谢你们，真的是八年的养育之恩。虽然我嫁到盛东家，可是我一样是你们的女儿，你们只是多一个儿子而已。谢谢你们。宝贝，遇到你是最幸福的事。宝贝，我会一辈子赖着你哦。